就知夕阳落山沉大海。若开，乌贴会飞过来。上界深的海，叫想是海。上界重的无奈，是痴心的等待。上界水的美梦，是幸福光彩。希望日出，温暖爱的世界。手中写满你的关怀，心中藏着。我就不相信，无法度把你这送鬼送走。是迄个长官吼，对不起我啊！你凭什么了啊？看你的表情，是不是在烦恼兽医会让你少爷抢走？我哪有啦？为什么总去就是不敬爱我？你一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红娘的代志。我无对不起红娘。咱绝对袂当插手凡间的代志，叫阿去。秀英，你等我，秀英。哦。秀英，秀英，秀英。小蛋姐啊。秀英，你莫生气啦。啊，你咧气啥？你莫跟我讲。哎，秀英，拍谁啦？哦，我知影啦，你是咧去讲我偷听你甲钟庆少爷讲话哦？我是烦恼你的安全啊，我也无歹意啊。哎，虽然讲哦，我也捌怕过哦，查某囡仔。但是这戆头戆脑，说比我较唔捌哦，查某囡仔心思，真正够戆。秀英，哼。哦，我知影，你霸道的妖啊吼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买你想要吃的物件啦。我们就到位啊。想袂到，伊阁会记我爱食豆花。一碗粥，多谢。不是讲迄个善家姑已经上灶啊？嘿，我那游玩才衰啊！秀英，秀英，等我啊，秀英！讲到这个戆头戆面，这唔知哦，查某囡仔心思，人个烂巴肚，讲人巴肚枵，你哪怕讲人巴肚疼，那是咧生气咧。哼，算讲让你给他架死，秀英，秀英。情愿，阿娘喂，阿娘喂，要情愿，喂吧，时间还袂到啊？啊，无日头哦！袂用的，这件代志哦，关系到我做门神，不管拢袂当听。兄弟，你唔通袂记你王母娘娘交代。咱的这里是守庙，不是替人掠鬼受妖。你这晚是在假死我哟！你莫袂记，我才是阿兄。我是为你好，你这晚应该跟我回去。王母娘娘已经知影你叔叔离开庙的代志啊！你安尼继续搁出手，后果歹收煞。你若是敢跟我作对，就试看卖。
为何阿公，你的歹个性，王母娘娘已经讲几落摆，你哪能无法度改？我无法度改。哎，恁两个兄弟啊，卖做遐冤家相吧，我不做小妖的哦。哦，袂用的啦，袂用的啦，袂用的，卖啦，卖啦，哎，卖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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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。是我歹听王母娘娘的话，也不过谭俊良是一个好人，我袂当把酒敬敬，快要下跪地听了。咱兄弟实在这么久，敢讲我无了解你？好，我卖逼你回去，也不过你答应我，在王母娘娘回来之前，你要将你的代志处理就好，也阁有袂当伫犯人面头前使用法律，你敢做得到？有人，记得咱约定。好，下跪！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讲清楚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种放水流？你讲啊！你若不爱讲，我就把你拍到魂飞魄散。阿姐你不是讲那只善家龟已经送走了？是安怎？我也是只衰。赶鬼走！你阁想要甲我赶走哩啊？你就是一直搞这条条这只鬼哦？嗯，你们讲，我滴是讲哦，领导这只善鬼，那是怨气真大，性地阁真恶质，真歹处理。对。我就是派处理，我是处理你两个。走一个啊！你给走！哎，你，哎呀，我跟你好话讲，你袂听，就卖怪我无客气啊！请你尽量唔通客气，啊！秀姨啊，秀姨！啊，头家，你叫我啊，什么代志？你今日是安怎？叫你几下声拢唔应，做代志真哩无认真，规工拢唔知你咧想啥。若是讲安尼吼，我就扣你工钱啊啦！啊，妈啦妈，歹势歹势，我知影，我袂管安尼，歹势啦歹势，歹势啦！头家，我要一碗面。好，谁来？米来啊！红牛，好佳哉，我目睭来，爱两个哪会做伙啊？我这么过，但是袂不空啊！你根本就唔是啥物千金小姐，连你甲庄客婚约嘛是骗人的，对不？啊好啦，老实甲你讲。对，我唔是啥物千金小姐，所以你是为着钱才陪庄庆搬戏的，对不？这金公好意死心吗？你搁咧丢毒啥？哎呀，啥物钱啦？我唔是款人。唔是，
你手抓，这有啥物好手抓呀？我甲钟庆两个人是有容易啊的。你是讲钟庆是真心介意你？是啦，伊要去向阮家散食，啊，我嘛无读过啥物册，伊讲伊就是介意我安尼。对，安尼讲就对啊。喂，刘立明。伯伯呢？我有够苦的啦。啊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我原本打算讲哦，做门神是一件足轻松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吼，遐硬要冲入去庙内面告状的鬼魂，有够凶的啦！拢唔听我的苦劝，直接弄入去呢，我们才变到安尼。我原本就是讲吼，告庙门是一件偌尼啊轻松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到暗时的时阵，一个人真正有够无聊的啦，阁袂当凊彩离开。你唔是讲过，你会当保护宝娘庙？你即卖知影苦啊吼？啊！我就，你着安怎？我阿你讲啦，这号做吼歪嘴鸡，阁想要吐好味，难咯、喔。好啊啦，我同拄啊甲红兵有话阿袂讲煞，我先来去找伊，你家己自己保重。没影，我已经存半条命了，今麦唔管你讲啥，我拢无可能放你走啦，没影。赵三，我今麦无法度脱身啦，你去甲红兵讲哦，代志若是处理了。卡早回来啦！你别担心。好啦好啦。嗯。你别担心。唉，阿明大哦，已经内底甲迄个三爷鬼谈判几暝啊啦！我今嘛哦，到底是啥物情形啊？阿明大，你有影个无？我目睭啊，内底只三鬼啊，真正是有够唔知好歹啊！无错，我这么好心，给伊机会，搁较好好讲话，伊煞慢。若是我死得好，我早就出手甲架死啊啦！阿明大呀，你讲你性地好哦，那安尼天下的哦，就无人敢讲伊性地歹啊。迄是我心肝善良啦，若无好，迄只煞鬼早就我收服啊。阿明大，啊！阮家内底有一只善食鬼，啊，阮家门口阁有一只妖怪，即嘛是安怎？拜托个，我毋是啥物妖怪啊，人我是吼，红个双头前，阁红个双头后吼，王母娘娘驾前，就西。啊，芬姨啊，啊，可能我的名声太臭，甲惊着。你是要偷我那家吃？我怎办啊？阿明大呀，真正鬼哦，有够臭的啦！你准备倒掉无？我唔爱吃啦，我先来走。讲我臭，你全家伙也上臭啦！就是，今个听着了吧？来呀！哦。我冻袂住啊！真正足臭的啦！这听我说啊，你唔才臭。讲到你，你是爸还是虎啊？啊，我看不是啊，敢那鸟嘞！哼，你哦，生了个败的你！你讲我败？我上腿啊，人讲我败啊！我今日就甲你拆脚落马！你人，我今日在手里，也难认啊！就算做完以后吼，再加点水，紧嘞，紧个食掉。阿叻，这人就是伊哦，把我收了这囡仔底，啊，哈哈。
是我你也痛苦啊！姨妈，我来用这个杆啊，把恁两个修理的内底。哎，王母娘娘，修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哪个家呀？修！哪里？修！我看我把你修起来！呀！哎呀喂！哦，可惜。啊好，你那一嘴唇把我吞落啊！你我也好过吼。我袂让你想好过啦，啊！阿明大，这么贵吼，叫我收起来，咱等来庙里啦。好，哦，我不多，就算。啊，我不多。想呢？哦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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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既然敢讲我臭，你为什么你家己巴肚看我臭？那你不是吃三回啊？帮我处理点吧啊！嘿嘿嘿嘿，哇！臭死人了！你这只妖怪，你唔但害谈家了，衰几落代，你今嘛佫甲陈主娘勾勾缠，我问你，你为甚物要安尼做？若讲吃我狗狗的吼，是陈家才对啦。我甲你讲，我是无可能哦，放陈家山的啦。恁两个上好是莫插手哦，是愈插。你不可能收煞哦！海叔，我甲你借问者，啊，恁到底是啥人啊？我坦白甲你讲，你敢会记哩？你弄破我母娘娘的庙门。啊！我甲庙门弄破，甲恁有啥物关系？我是迄间庙的门神。这个石狮是甲我做伙过庙门的朋友，因为我看到你有三鬼入庙的，想要替你夺过这个难关。阿明大，原来你是神明哦！哎，想袂到我这个衰尾道人，还阁有神明愿意甲我斗三工哦！阮的身份袂当让人知影，请你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。我知我知，我绝对袂讲出去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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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甲你吼，阿无遐亲啦。我甲恁家的祖先啊吼，也过完寿的啦。我的祖先甲你是有啥物订单？阿得，我来知。你要去问恁祖先啊，去甲爸背啦！你不是讲要甲大姐讲清楚？为什么还袂讲甩你走？阿明大呀，你免阁话啦！伊假使若是要甲你讲吼，伊就袂走啊啦。要唔过你有想先想看卖哦？伊要留这间厝，拢无爱走的原因，到底是啥物？我知你的意思啊。就算真正多谢你。哎呀，你应该说多谢，不是我啦，是迄个王铁兄弟白面的啦，是伊吼专工派我来遮吼，甲你秃头的。这是收妖办，红面的哪会无甲你转来？你莫卖讲一直讲红面的，啊，这收妖办嘛真重要，你讲对无？啊，看这个办事，你敢规个代志拢知影？我无出面阻止，就是希望阿明会当记得这件大事。
是讲哦，你有一管大兄哦，算起来你嘛辛苦啊。我只是希望我的阿兄会当早日回归。回归哦，那你有头等。门神文化自古流传至今，唔敢那有深度甲韵味，即马配合各种的神明，也阁有无同款的门神组合来过门修复寺庙。深度韵味了，即马演变到唐朝的金属宝到不地宫来，唐太宗看了嘛去灵王庙来讨命，大暗拢来徛外边，徛到要忝嘛吼，所以用话。以后人大家要将这两个为做门神，啊，若道教哦，什么神来为什么，也是可以。你像天罗宫查某吼，女神中来为女的，还是会使啊。哦，特地讲白呀，哦，当然嘛是为招财进宝，因为特地讲是财神嘛。啊，像我们买当为牛头马面，大部分拢是金属宝地宫，闭门拢是加官进禄哦，添满进爵。根据文书解说。每一块门板都有讲究的位置和典故，虽然讲门神典故的画像都不同，不过守护庙门的使命是同款的。感情那么重是我付出的心，戆戆坚持为什么，虽然离开三年你敢的，你敢的想起我，为何来欺骗我，为何来伤害我，冷冷的夜到底要安怎，一件棉被甲袂烧电刀挂，放我大命来过生活，你来去。